Lazy Car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Baby， 呵呵。财运亨通 ，Darling。大家有冇谂过名人都可以成为你嘅紧图主角？又或者你想揾一啲名人去赞美自己？通过 AI， 我哋就可以做到啦。咁今次嘅教学系比较轻松嘅，譬如翻工嘅时候好辛苦，亦都可以用嚟轻松下，又或者可以同朋友玩下嘅。呢斯卡成日都会做埋呢啲嘅影片去 send 俾朋友。咁如果你系第一次嚟我嘅 YouTube 频道，我嘅 YouTube 频道系关于 AI、Web 3、元宇宙同埋提高生产力工具呢一方面嘅内容。去到我嘅 YouTube 主页，你会见到我已经将工具分门别类。如果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去我嘅 YouTube 主页揾翻相关嘅 topic。另外，我每一个星期都会有 AI 电子报，如果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订阅噶。事不宜迟，我哋正式开始我哋今次嘅教学。咁今次教学我哋会用到嘅 AI 工具系 Infinity AI。咁呢一个嘅工具可以帮助到我哋揾一啲名人去做一啲比较轻松嘅影片。咁佢咧就可以喺 Discord 嗰度开始啦，亦都可以喺佢嘅 Web 版开始。另外，如果你想 Chrome 自己嘅话，亦都可以揿呢一个嘅 Chrome Yourself， 跟住你就可以填呢一个嘅表格去 sign up 嘅。但系咧，我就唔会 Chrome 自己啦，因为我都仲系有啲担心去 Chrome 自己嘅，咁所以我就唔会教大家 Chrome 自己啦，因为我自己唔会试嘅。要开始制作影片，我哋要揿呢一个 Alpha Web App， 我哋系需要 sign in 啦。咁我哋咧可以喺右上方就揿呢一个嘅 sign in， 用 Google 或者 Discord 就可以开始噶啦。咁咧入到嚟呢一个网站咧，佢就会有250个 credits 俾我哋。咁我哋咧就可以用呢一啲嘅 credits 去免费生成呢一啲嘅影片。咁呢个网站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名人影片啦。咁但系咧广东话咧就唔系咁好。咁咧大家可以输入唔同嘅文字去试下佢生成出嚟嘅效果。咁呢条影片咧就系我选择一啲嘅人物啦，然之后咧再输入一啲文字去生成，大家咧可以睇下个效果。好吧，准备好，马斯克。Calm down, Elon. Facebook, not wrestling. Zuck, let's wrestle. Winner takes Mars. I'd moderate the world's greatest one. Bring it on, Zuck. SpaceX is ready. I'd pay to see this fight, boys. 咁你会见到咧，其实咧佢就可以将唔同嘅名人影片咧就系咁样去做出嚟嘅，同埋把声都好似佢咧。即系如果用嚟娱乐下自己咧，或者系同朋友玩嘅话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咧，我另外咧就做咗一条片咧，就系娱乐自己嘅。咁咧呢一条影片咧，我就系用中文嘅。不过其实佢嘅广东话咧就真系几差嘅。大家咧可以留意呢一段咧，就系呢一个嘅 Tim Cook 佢所讲嘅广东话啦。Mark， 你觉得 Lazy Car 可爱吗 ？Lazy Car 非常可爱，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啊，可爱到像大货去，这是你不懂的欣赏而已。Lazy Car 果然是人物之责无敌啊，呵呵。咁咧，所以我觉得作为玩乐性质嘅话咧，其实都几开心嘅。咁如果我哋要开始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喺左上方揿 New Project。咁我哋喺 Describe the Script 咧就可以揿一下，你会见到咧，其实佢都有啲建议咧可以俾大家开始嘅。适合嘅话咧就可以揀一个啦。然之后你就可以喺右手边就揿 Draft a Script。咁咧佢就会自动咧就帮你去 draft 噶啦。咁除咗佢会帮你 draft 对白，亦都会有一啲嘅人物嘅。呢啲嘅人物咧，我哋可以喺右手边就揿呢个嘅 actor list。譬如 Elon Musk 啦，已经有三个，咁我哋揿一下 Elon Musk 一啦。咁你就会见到 Elon Musk 咧系乜嘢嘅片段。如果你唔中意 Elon Musk 一嘅话，就可以揿二，又或者三。咁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人物啦，可以俾你选择嘅。如果你唔中意人物嘅话，你可以修改啦。譬如 Elon Musk 三我唔中意嘅，咁我咪变二咯。咁跟住我就可以揿 Generate Project 啦。咁你会见到对白已经生成咗。咁我哋喺呢个位置揿 Generate All， 跟住我哋再揿 Stitch Full Video， 咁佢就会开始生成影片。咁我哋可以 play 嚟睇下。Happy Happy Birthday Honey。The Rock wishes you a smoking bidet。Happy Bidet Baby。Have an innovative birthday. Stay fabulous on your B-day, darling. 如果我哋想再加文字，我哋可以喺呢个位置揿 Add New Line。咁跟住我哋可以揀唔同嘅人物。咁你会见到咧，佢就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啦。咁我就揀呢个啦。头先嘅示范咧，其实用中文都得，
所以我就输入中文了，完成之后就可以按 Generate。跟住我哋要再按右上方的 Restitch Full Video， 它就会再重新生成这个影片。那我哋可以再看下。Happy happy birthday, honey. The Rock wishes you a smoking bidet. Happy bidet, baby. Have an innovative birthday. Stay fabulous on your bidet, darling. 生日快乐 ，baby。咁你会见到咧，条影片咧就多咗生日快乐嘅。咁如果你喺呢条影片里边咧，有啲人物咧，你系想更改嘅，亦都可以更改。咁譬如我想改呢个人物咧，咁我哋可以揿呢一个嘅对白，跟住就可以选择唔同嘅人物。咁我拣翻阿 Mark 啦。咁咧拣完之后，右手边会见到个人物，然之后我哋就揿 Generate。揿完 Generate 之后，我哋都需要喺呢个位置揿 Restitch Full Video。咁我哋先至可以攞到更新版本嘅影片。如果鍾意嘅话，其实呢我哋就可以喺呢个位置揿 download。咁我哋就可以下载到呢一条嘅 MP4 啦。咁今次嘅教学就去到呢一度。如果大家觉得呢个教学对你有帮助嘅话，就记得订阅我嘅 YouTube 频道啦。揿埋你嘅 notification， 咁你就会收到我第一时间嘅教学。最后记得 like, comment, share 去鼓励我继续拍片啦。拜拜。